抽烟、酗酒、吸毒，家人恶习怎么戒？每个晚上要喝半瓶威士忌，经过便利商店叮咚，我就会想要去买酒。我上瘾到我程度哦，眼睛一睁开就是要毒品。我每次都很想戒，但是很难戒。医生跟我讲，就是口腔的第四期，我要开刀前一个晚上，我还换便服跑去买香烟。今天晚上九点钟，爸妈酒很大。